个样，又是样了个样，这个游戏我玩到现在了都没加入羊群呢。我都不想玩这个游戏了。这一次咱不是玩游戏了，那就是啥，不会是羊了羊铁话吧？不是铁话，是羊了个羊的糯米汁。糯米汁？那这个东西能吃吗？当然能吃了，这就是可以吃的羊了个羊的糯米汁。那我也可分出来了。等一下，咋出来不是叫吃的吗？咱要说好啊，找到三个相同的才可以吃掉。啊，跟游戏一样一样嘞。不一样，这还能吃的比游戏好玩。俺妹妹说的没错呀，如果说你找不到相同的，你可以给你小伙伴借。那我要个粉色。我要蓝色。我要绿色。我要蓝色。我看看这里边长啥样啊。哇，真跟游戏里边一样哎。对呀，有白菜，有萝卜，还有刷子。没错。哎，我找出三个相同的了，三个铃铛可以小出，小出之后我就可以吃了。哎，我也找到三个相同的了，三个手套。这三个手套我也可以吃了。小姐，这三个手套啥味儿啊？手套味儿。手套味儿。手套味儿，那得多难吃啊。懂的，就是甜的。你还看你嘞。管我找找啊。我没有三个嘞，我这都是两个嘞。你也太惨了吧。我有三个叉子。真的？烤鸭也可以吃了。对。那我没有三个一样的，你管不管借我一个？现在不行，俺现在还没找完嘞。等我有拼不完的咱俩换啊。那我只能看着你吃了。嘿，等等，我跟你说说这个羊了个羊的糯米汁是啥味儿啊？是酸甜酸甜的。真的吗？那好吃啊。对呀，橘子苹果香蕉啥味儿都有。胖丫你别傻等等了。我又找到三个水桶。哇，胖你好快呀。我这个一样的多的很。我有仨白菜。我有仨铃铛。又可以吃了。那谁先借我个毛线团，叫我尝尝味儿呗。毛线团，我有一个，我借给你。我好像有仨。那那谁能借我个剪刀哎？我有，给嘴里嘞。那谁借我个和面呗？给。吃饭了，我不要。不要，不要。谁有稻草哎？借我个稻草呗。我有，我仨。好吧，你有那个刷子吗？借我个刷子。刷子，东东，不好意思，刚好。我咋能吃一个哎？要不你别吃了吧。就是木栓，木桩能用吗？借我个木桩子。我正好配啥。